海、蓝天、暖风，都是布里亚值得自豪的优势及原材料。大自然的美丽让你大开眼界。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基础上，不断努力发展能源。可再生资源是发展未来的信心。普里亚也准备好了一同分享高等技术的研究学习过程。为上海世博会的主题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做出一番贡献。从6月24日至7月7日，在意大利馆一楼，普里亚大区可再生能源。